有请第二个队伍，我们来把山歌队亮相。你不会是 Elsa 女王吧？耶耶！西凯进行挑战。我有一个方法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3.5米。小伙儿做个正常人吧。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组，精神小伙成双队。我选个啥？我选个这个吧，我觉得这个好甩。可以。害怕甩锅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相。哇塞，你张强老师啊！我还可以啊。哥哥，你先。妹妹哪里跑？这就是你那个路灯下的小妹妹吧？来，一万的第一次挑战。之前你们就没有人助跑，知道吗？看我助一个啊！3.5米。哦。再来一次吧！来第二次吧！人生就是需要挑战。哎，要是你的话，我会再来一次。我也是啊，你肯定能直接到5米。不要听他们的。这要不瞧不起你，真瞧不起你。没事，嘉哥信我。上吧。哇，好 man 啊！好，余万进行第二次挑战。不到啊！你很棒，而且他特别的尊重游戏规则，你知道吗？人从来没有说再来一次，从来没有过。哎，可以再来一次吧？当然不可以啊，还是太容易受击了。我们就按0.5来算作这个成绩。接下来是他的队长刘佳。我们嘉哥一个人就够了，真的。那不然里面没人了。来喽！哎，好的。2.5米。哎，可惜。来，接下来请第四组开始进行挑战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展示。哥哥，我怎么追不到你呢？妖怪哪里跑？斩老孙一棒！男人别哭，把泪水止住，再多的苦咱也要挺住。谁先甩？我先甩吧。你先甩吧。来，赵明明开始进行他的挑战。我要甩到5米。你甩到我脸上就甩到5米。这期节目
我就来个少的吧，我来一点五吧，其他的交给你了，是吧？我尽力啊。夏明明进行他的第二次挑战，第二次挑战。1.5啊，夏明明1.5。麦亨利进行了第一次挑战，哥哥加油，加油！哎，超级赛亚麦亨利。5、3米，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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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。哦，不错了。哇，好的，四支队伍的运动积分现在已经出炉。